就皮肤编辑器，就自己画皮肤嘛。网易有点刷。哎呦喂，这个房子吧，我发现它好像。它好像是。我好像够不到顶层哎，我好像也要变成山顶洞人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在改什么？难度吗？不是那个，就是农作物它能长得快一点。哦。我丢他妈耶！对，百度上面全是老早以前的版本。又天黑了，睡觉。有床吗？平台上那么多床。两个村民睡在这里，把他们拿敲走。看看谁今天晚上跟我一起睡。我天！哎，我能不能把字搞定？我丢！为什么我饿的就没有那么快啊？我现在才两格。因为你不跑。我跑啊。嗨，嗯，哇，这是什么神奇的，什么神奇的皮肤？你发生了什么？有死亡不掉落吗？我又死在矿洞里了。好的，我来了。感谢你。给我准备。你们有人杀了蜘蛛吗？这个现在这个模式里面有蜘蛛吗？有。搞个。搞根杆吧。人呢？你加入游戏什么样子？啊，巫婆。神他妈！哎，我觉得这个正经了很多哎。哎，你别被巫婆打了。我已经被打了。哇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还是看不到那个？为什么要牵连到我？我琢磨着。我怎么了？我这个皮肤。我感觉这个皮肤好像不怎么样。挺好的，是吧？啊，我去钓鱼去。话说为什么我看不到？等一下，我要找一下那东西。我下面那条任务栏我该怎么办？为什么他有鱼竿？为什么你有鱼竿？给我了吗？我杀蜘蛛，给你。这个是什么？哎，鱼。我要鱼竿，不要鱼。为什么我没有下面那条东东？我觉得对面不错哎，对面有座山头。什么建筑？啊，看到。我以后要住在那里。哪边？我钓鱼的河的对岸嘛。你在哪钓鱼？我在河上钓鱼，这是个水潭一样的地方。啊！我妈怎么跑着我都没受伤，我丢！我觉得我能把你推下去。你别，
哎，退不下去。你确定吗？我退下去了怎么办？你别打我就退不下去。是。起来。什么玩意儿？命运牌。你把我的命运牌给拿走了。还你了。我这么多还要去顺点吃。咦，稀缺鱼资源了吗？这个海里面。这好像钓多了的话，可以钓出鱼竿出来的。嗯。而且。可以钓鱼竿。附魔的。很强。超级强的鱼竿。所以我渴望要一个鱼竿嘛。那晚上不睡觉就是，晚上不睡觉，天天刷蜘蛛就行了。哎，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被那个什么了？今天我说话你妈溜了。因为我没，我饿了。你饿？这里有那个啥呀？没事，这样子快。我要去找个矿洞，我要去外面找个，我去挖个人工矿洞。啊，我有点后悔加这个彩，加了这个材质，我连这是什么都分不清了。不好吗？这个材质？我不习惯。我靠！你看习惯一个材质之后，突然换掉，你会很不习惯。而且这个材质还有光影。这是白金之心，成太郎。卖鱼肠。对。来欧拉我，欧拉我呀！我迷路了，传送回来吧，应该。